真的送太快了，这是我们跟泽泽平台合作的买酱料瓶送翠玉陶瓷不粘锅，500组瞬间就秒杀，全部送光光，所以很多消费者跟我们反映真的快闪太快了，所以希望能够再多争取一些，经过了2天的时间我们争取到再500组，这个500组相信也是秒杀。如果希望买到非常便宜的酱料瓶组合，然后又得到这个超值的赠品，动作一定要快。很多网友问我们到底什么是酱料瓶，记得从前在没有智慧型手机的时候，大家出门开车找路，通常只是要看平面地图画线，跟着街名慢慢走，这就类似我们做菜要用食谱慢慢看慢慢记。新的时代来临了，我们就用酱料瓶来取代，类似导航一样，不用想不用记不用特别背，只要知道你的目的地，你要做哪一道菜，按照上面的刻度调味料慢慢倒进去，因为酱料是做菜的灵魂，就类似美食的导航。你只要有这个调味料之后呢，基本上把材料准备好，先后次序大概练习了一下，完全可以做出大师级的口味。我们统计几万道大家最喜欢的菜，从中间挑选最受欢迎的酱料，绝对值得珍藏。